每年春天，有一群教课会从澳洲飞越50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台湾。那台湾虽然只是一个中继站，可是他在台湾有没有吃饱，决定了他往北飞的能量吧。然而，他们的旅程却面临着重重危机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一把？今天住进旅馆，我吃吃物件，吃了超饱的，啊，感觉阁袂饱。5月11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为您播出《为候鸟开餐厅》。